顺便，你听说过采耳吗？哎，有啊，感觉很舒服，很放松，我自己也好想尝试一下。哎，看起来的确是很舒服啦，但是哈，为什么采耳需要用那么多的器具呢？到底这些器具有什么用途？哎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没关系，待会儿我们到这个活力加油站呢去询问专家吧。